想炫甜品的时候是忍不住的，那就看我吃吃吃吧。哈喽，今天吃小甜品，这个是脆皮蛋黄酥。来个小蛋挞。麻薯肉，里边是麻薯。巧克力脆脆泡芙。芝士钵钵泡芙，什么什么球，没买到别的，目前为止就买到这个了。好难吃呀、啊！